我们中课跟大课的影片再来看一下，好，再来看一下，嗯，这个真的是，呜，骑士好猛哦，欸，我是很想要玩骑士的人，我看到这个我不能玩，真的是很那个嘞。紫祭的两招紫祭有紫占据跟紫亡命之徒的狂战，打不赢站着的骑士，而且亡命之徒是有中的哦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应该就是因为触发的几率太高，再加上它是二阶反平，所以在触发的时候它也会回血，然后再这样反平也会暴击，所以越打那个狂战的血量越来越少，再加上你触发骑士反平的时候，狂战的进反不能触发，哦，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实际上硬吃这个伤害。好，那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是骑士比狂战还强的话，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机体不用讲了吧，这个机体不用讲了吧，两只都是顶尖玩家。好，开设骑士一样是站在原地哦，而且那个他有精灵王在帮打，三秒之后两只都残血，骑士到底做了什么，这是什么巫术？ OK， 这个就是骑士亲儿子啊，齁，骑士亲儿子。